欢迎乡亲收看九月二十三号的新中华新闻，我是林浩，你好。新闻一开始，咱先来到河尾，为了发扬传统民俗文化，河尾林公所二十三号暗时，伫咧德美公园办理关怀弱势甲民俗博饼活动，让民众会当透过这个活动，了解到博饼文化的传承意义。中秋虽然已经过了，但是河尾林公所为了让这个节庆的气氛延续，拢会伫咧中秋节后举办传统的博饼活动。为了让这个活动注入更加多公益元素，河尾林公所除了邀请各公司甲社会团体机关参与以外，嘛邀请艺人前来演出，让活动内容更加丰富多元。河尾林公所表示，博饼活动伫两礼拜前开放报名，无久就马上额满。为了防疫甲现场的特殊，并无开放现场报名。不过无报名民众也当伫现场观赏艺人的演出。河尾林公所社会科长表示，三百多年前，郑成功为了纾解官兵思念家乡的情怀，特别伫咧中秋节举办博饼的活动，除了会当凝聚官兵的士气，也会当让官兵纾解思念故乡的心情。这项民俗活动延续到今，目前伫咧中国大陆沿海各城市游玩有咧举办。最近台南金门两地嘛积极策划办理，活动嘛相当成功，带予地方未少节庆的商机。星期五的晚上六点呢，我们会在我们的和美镇的德美公园，我们会办理111年度的中秋游行啊博饼活动的一个经跟那个关怀弱势的一个活动哈、啊。因为活动非常的报名非常踊跃了哈，目前已经都报名额满截止了哈、啊。当然我们还是希望呢，没有参加报名比赛的人也可以呢去那边哈，去参与这个活动。我们现场呢。有艺人的一个表演哈，还有一个些巡视团的一个表演呢，欢迎呢。虽然说没有报名的民众呢，也一起来我们共襄盛举的，一起参与我们这样的一个活动，让大家热闹一下，过一个算是中秋时节的一个博饼的一个活动了哈。我想这个博饼呢，其实它一个很有悠久的一个历史的哈，它大概300多年前的一个历史的。然后因为在我们和美镇呢，目前呢还没有人办过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是一个非常一个特别的一个博饼哈，我想利用这个时间，也希望也宣传了一下我们的9月23号呢，一个在和美的一个德美公园的一个中秋一个博饼的跟关怀弱势的一个民俗活动啊，希望大家呢来共襄盛举一下。为了应应防疫措施，活动所有入场的人员拢爱挂嘴烟。河尾林阮厚觉表示，大家平常时的工作压力，会当借着这个活动好好啊纾解一下。但是疫情再次回温，因此希望参加的民众一定要挂好嘴烟，做好防疫的措施。新竹华新闻李炳宏合璧采访报道。